色降临的诗歌，点一盏无味的灯火，记忆的小船穿过岁月长河，远远望见故乡的轮廓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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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在一唱一和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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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像悠悠的船歌？直到夜色都沉默，又回到那首歌。央台报道的，各位观众，新闻播报完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就啊，人家是有情感的，是吧？你本来有一些镜头，我们也可以处理的节奏缓慢一点啊，或者是处理的时间长一点啊，那么那种感情的因素啊，也就能够计时出来。还是计时的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选择，在现实生活里头去选择素材，就叫挑。那等呢？等啊，就是你要等待。你看这次潜伏行动，要等待时机呀、啊，等待事件的发展，自身的进程呢、啊。这样就需要记者呢特别的尊重生活，要有耐心有恒心，顺着生活自身的规律去等待新闻事件的出现。在军事片潜伏行动里头啊，记者呢就是与事件呢同步的进行采访，他是耐心的等待事件的发展，等待一些未知的新闻因素的出现。这又是刘金荣目标第二次出现了，目标又出现了，这是一个射击的很好机会。终于啊，在长时间的等待里头呢，关键时候抓到了一些非常不可再得的一些重要的瞬间，这种即时的表现力啊，那真是任何其他电视节目啊所不可计其的。抢啊，就看比方说新闻，尤其是一些突发性的新闻，或者是一些新闻特别有趣的，那你就赶紧的冲上去，及时的能够开机。在现实生活里头呢，经常有许多突发性的新闻事件，有一些不可再得的一些不可重复的一些历史瞬间。就需要记者呢能够有过硬的本领，有一定的基本功去抢拍，无论在什么情况底下呢都能够及时的开机。像这里潜伏行动的这一段呢，就发挥了那个摄影记者的那种抢拍的那种基本功。黄爷，组织几个人火力掩护，站住，紧着。对，看完了，我们枪都在山上。两个人啊，怎么回事啊？看。就以抢到新闻为主，要有那种挤呀、或者是能够跑得快呀、新闻信息知道得快呀、到了现场动作快呀，去抢那些新闻素材。就忘了，走，我送你回家。用不着。慧慧，爸爸，爸爸，你今天怎么会有空？送客到附近，顺便来看看你。走，我送你回家去。